OK，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一念。那我们本期的这个写真日记的第七期呢，来到了这个金华的山嘴头未来社区啦。这里以前是一个那种改造的工厂啊，然后呢他们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咖啡馆场所，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这种书柜啊，非常适合拍照，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想来拍照呢，也可以来这里打卡。那我们今天第七期呢，准备拍一点比较复古风的这种写真的作品啊。然后今天跟我一起来拍摄的小姐姐呢，就是我们的小军和 Hello 佩佩啦。行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拍摄吧。那我们本期的写真日记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不妨多多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哦。我后续呢也会带来更多摄影相关的节目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